这是大肠经，心包经啊，这心包经的走向。都是从中间往，手三阴从胸走手，对吧？对吧？啊，手三阳从手走头啊，所以它每个经络走向，这个他们叫络脉啊，就是现在去讲，手大肠经络于大肠。心包经在这儿，嗯，他研究不通，他就可能说这里边他会有神经，会有关联，去络脉，这个他就是他的穴位啊，他也会有相关性的问题啊，每一条经络都会有他不同的症状啊，包括内科也好，外科也好，只要你看这条经络不通，或者他有这些问题。或者他有这些问题，你就把这些记下来，你就告诉他，你就可以看到哪条经络不通畅啊。他来说呼吸气短，然后胸闷，我们可以考虑他心包经有没有堵啊。我们没有在辩证急救的时候，我们直接可以通过外部去看到他的经络的通畅，可以用经络直接去做急救也好。那我们讲诊断大于治疗啊。你只要真正知道他的问题，去诊断明白，我们再去动手。这个是三条阴经的手法，来，我教你俩一下。坐，不用去纠结到底我的力大也好，还是力小也好啊，还是旋转做好，还是。这么去推拨点按揉捏啊，都是手法，只要你把这块做通畅就可以。那现在大部分讲舒适疗法是吧，那我们可以让它疼，也可以让它不疼，在你手下啊，你摸时间长了你就知道，我感觉这块很疼是吧，哎这块不咋疼，你就知道，你可以告诉他这是疼啊，这块堵得厉害啊，摸上去你知道疼是吗？对啊，你摸上来，摸它这儿啊，这块是淤堵的，这块有筋结粘连，啊，这里，对啊，对啊，这里，你这么慢慢去摸，你会要摸刚才我讲的皮先去摸，之后再肉，啊，之后它筋结有没有粘连，再去看骨头有没有歪，可能刚开始看骨看不到，啊。不疼是啥问题？不疼的，你摸你自己，有的地方你像这块是松软的啊就可以了，这是不是疼的？疼的地方都是会有结或粘连。那这个地方我们不要在这一个地方死磕，揉揉近端松一下，我们再往远走，那你揉完这块它有可能这块开始松软，它的淤堵的地方可能会往出走，我们再把这条河道再给它通了，让它可以捋着这条河道再去放水是吧，啊，刚开始我们做觉得不需要啊，峰哥实在是觉得很压抑，你怎么变这样？啊，以前不是跟我差不多，是不是？那我们尽量按照经络的走向去走，啊，那这个在导引里还有叫排气，啊，这个有老师这么讲，那我们学了之后，学了这个老师之后，回来我们去用，那有些东西是对的，有些东西是不对的，我们自己后期要分明白，啊。真的有些学的，像昨天老师说，不要，那句话忘了，没记住，啊，只要是慢慢，功能就是把这块肌肉硬的地方做软，做通畅了，它软下来，这块这条就像河道一样，它紧了，这条水过不去，那你的压力会不会增大？啊，有些高血压，你这个血管堵了，它会不会是你血液流不过去，让你的心脏加大压力，让这个血过去？那有些还是粗了，这块本身是这么粗，那变粗了，就像水管，之后你正常两个压之后，它的压力就减小了啊，也会造成衰竭啊这些的问题。那我们再去把软的地方把它搞硬，然后锻炼，肌肉锻炼成就回来了。所以不要看它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就是心包经也好，肺经也好。我们用旋转的手法，你只要慢慢把它揉开啊，不要着着一个地方去揉
啊，这个这块是硬的，不要紧，我在这揉一会儿。啊，这个叫透明质酸，透明质酸啊，它会产。是叫透明质酸，透明质酸啊，你的肌缩点就会让它产生透明质酸，你只要有运动它就会产生透明质酸，这也算是我们身体里的垃圾，会后期帮你去代谢掉的，这些透明质酸多了就会是淤堵，所以你在揉的时候这些点老外定义3分24秒啊，但是有些我们做到1分钟就好用啊，不一定做那么长时间，这个我们也不要一次把它全部干掉啊。所以你上面写那个时间是这个是经络运行的时间啊，这个也是从网上找的图，这个经络是这个时间段在运行啊，主要是你们也问啊，在这个时间段按会不会好，肯定会有效，但是你有这个赶上这个时间按会更好，你赶不上那我们也可以去做嘛，它都是有效的。这个时间段这条经络它特别兴奋啊，这么去理解啊，特别兴奋是啊，所以像这样的地方我们就多揉一揉啊，那你就会发现，对啊，这都是粘连的吗？啊，那你说的肺经不通，我可以找你肺经上的问题，你会有吗？是吧？啊，所以你摸到它的时候这个经络不通，我们把刚才那些经络上的问题记出来，像这个诸通养疮皆属于心，它是向上转向下的，它如果它摸到心经不通，它有没有从上最高点下不来啊，淤堵在那边，所以你有时候做完心包经它还是没下来，它有那个点还在卡压，所以不要纠结，我们再去找，就是不断的去探索，就是我们在像电工一样真的去查线路啊，哪里淤堵，就有些人说心包经啊，心经啊，鬼压针啊，包括抑郁症，有这些症状的病症的，那跟这些经络都有关啊，我们不要去死记这个这些病症，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病症跟这条经络有关，但他有这个病他不一定就这一条经络的问题啊，那我们还要看他的升降出入的问题，单独他来这个人就是心神不宁心慌，那刚才心包经也有心慌啊，是吧，我们不能去单独去找他这个症状，只是他有这个症状，这些经络我们可以先首先去考虑，那考虑到经络我们再去问证辨证，看看他的升降出入再去处理啊，就是说诊断大于治疗，先讲诊法最后我们再去动手。这个在老外认为这个叫生物立线点，每个经络或每个肌肉上就这一段肌肉它会有个像刚才对于王我讲的肌缩点啊，他们叫生物立线点，它不一定是在头上还是在腿上，他们去试验一个硬币的大小，跟中医的阿是穴啊和我们的穴位有些很相连啊，但还不精准到穴位，那我那时候去学针灸没有去，我不敢扎针啊，扎针也是一样的，透过穴位它的走向的方向就不一样，你看是扎这个穴位从这儿进去，它下去可能斜刺啊，我们书上也讲斜刺多少度平刺多少度往哪方向走，所以老外他认为这个疼痛点会有一个硬币大小，你要在这找啊，他哪块最疼，像中医的阿是穴，如果这个疼痛他这块肯定是有问题的，你去摸他就会有结节粘连条索啊，那我慢慢去把它揉开啊，就是有些单独一个地方去揉它指定会有水肿，揉完就水肿啊，水肿怎么办，它就会揉水肿了咋办，揉水肿啊，就你给人按水肿了，揉完它肯定会有水肿，休息休息排掉，打排呀、啊、打排休息啊，按肾经，按脾经嘛，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啊，大家有水肿有发炎，所以我们在做伤科的时候完全以处理完手法可以帮他去做做经络啊，这些没有哪里都是人的身体，不要把它分为它是肌肉损伤骨骼损伤还是经络损伤，它都会有啊，这些图片我给你回去可以去找这些生物立线点啊，这些立线点我刚开始在做的时候我的力量是很大的，
啊，我自己感觉我做坏好多人，因为力量大，当时就怕做不好，我就往死里按，那脾经直接按的是刚开始非常有弹性，让我按到骨头里面去了，就是完全是我把它按坏了，啊，这很正常，刚开始学医你不治坏几个，那你肯定弄不出来，学不出来，啊，那现在我们现在去做呢，啊，就可以根据皮肉筋脉，我们去摸它的软硬程度去帮它去调，啊，像朱老师昨天说，那个药讲药的时候，我就帮一个大叔去调理，我今天按的脾经，感觉哎做完了，效果非常好，他也感觉很好，经络弹性都有，第二天来一摸又完。之后就去问他有吃药之后，他的药是跟经络有反作用，你给他做再升阳，他回吃药再降下，所以他会有每天都是会有反复差很大，做完就好，第二天来就不好，那我们再去找哪里的问题，是他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啊，我就会总纠结到底是我哪里做错了，我哪里还没有做到位，我们去考虑之后再去问他有没有配合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造病的原因啊，造成他的原因，所以我们多方面去考虑这些点，可以做激活啊，激活那就是刚才我讲这条肌肉空间大了，肌肉萎缩了是吧，我们可以压住这个点让他自己去做运动啊，你会发现很快这个肌肉就起来了，那当然这些叫萎症，它是聚拢不好，我们可以用相应经络三焦啊胃经啊聚拢的啊，你肝有没有问题，我们再去考虑它功能性的，那我们先简单把这块帮它激活回来，让它这块完全可以达到它该有的经络的功能，再去考虑它症状，就是我们先治标再治本，这些是激活点，如果它这条经络按上去很松软，肉一点弹性都没有，像一块死肉一样，我们就可以点住这个点，让它自己去越做运动，或者他动不了，我们把住他的手，慢慢的去帮他做运动，不要力量，不要你就是比如说他心包经，这个人有衰啊或者心衰啊或者这种，他这个肌肉都是萎缩的，就是完全没有这样，这是肌啊，那些就不叫肉了，都已经卸走了，你会摸到那种肉，买回猪肉回来去摸，你把它揉完之后，你就发现那肌肉碎了，那个猪肉碎了，啊，回去可以做实验，那个都我没事自己去揉了，买点猪肉回来揉，你发现这个肉揉一段时间它就碎了，啊，所以揉大了是有问题的啊，之后你会可以去这样帮他去做，只要这个肌肉产生收缩，加上这个点位再去帮助他，就会帮他去做激活，这个在国外叫快速增肌，比如说丰胸，啊。讲到丰胸很来劲是吧，胸大肌有好几个运动方向，你想瘦下边你就把住下边这个手去动，瘦下边，对啊，你看我这样一走，你可以把手摸在胸上，你也可以摸在胸上啊，你这个手臂向内去旋它会发硬对吧，你把手放在这儿你就做这个动作，你会发现这个肌肉增大会比别的肌肉要快，你完全不需要去负重拿哑铃拉什么，这个肌肉就会迅速增大，胸大肌的上腹也是最难练的，胸大肌就是上腹，你把手压在这儿不用很用力啊，你只要压住它能感觉到肌肉开始有弹性就可以，你会发现经常练这个肌肉就会长大啊，这个就是快速增肌的一个方法啊，所以说打败你的不是同行，都是跨界，这是运动啊，所以我跨界跨挺远啊，包括去学建筑力学，啥也没听明白。手三阳大肠经其实也是一样的啊，嗯，这个经络，我把这个给你，可以回去看一下走向啊，这些会好一些啊。之后我主要今天跟你讲颈肩腰腿的调理啊，手法没有问题，只要知道这他这堵了啊，打比方就他这堵了。那你刚才摸的那个手这儿不堵了吗？那我摸这儿堵了，我用这个可以吗？可以。啊？为啥不可以？可以。啊，可以。那我拿这个去压可以吗？就是不要去纠结它堵了，我只要知道这块堵了，那我就把它揉开，我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刮痧行吗？
针灸行吧，啊，你把它弄松弄软，让它有弹性，恢复它原来的功能就可以了。过也不好啊，过而不及都不好。大概走一遍看一下，这个我会给你，之后我主要给你讲一下颈肩啊，这些生物立线点，每个大部分有一到两个啊，经络的走向。那我回去一定要找到经络走向是走到哪。其实后期你可以看，它堵的不一定是这条脾经在这个位置上，它不一定是堵在这条经络，有可能稍微偏差一点点，它会摸到筋结，所以你在做它的时候大一点摸。像我看刚才你做的时候，你大一点转，看边上的框架有没有问题，有些可能是别的肌肉硬了去堵到你这块儿。就我家门开大了，把你家门挡上，是吧？周老师这次没讲肝胆肾，刚开始学进慎用啊，一会儿讲到腿的时候会说一些啊。这腿部的大腿的，大腿的激活也是一样的，你让它屈腿啊。大臂呢，你就会让它抬臂，这个肌肉能够产生，你把它回家找一根线，去想学肌肉好，想学得快，就拿一根线放在自己这儿，拿胶带把上面粘上，二头肌长到这儿，把这儿粘上，完之后你发现这个线，你把这边粘上，把这线拉短，把这个线拉短，这个肌肉就在收缩，你就可以找到哪个肌肉。买个骨架，拿线回家拉着玩。过一下，是脏。啊，颈椎病，我主要跟你俩讲颈肩和腰腿，啊，颈椎病大部分人家说我们是从这个演变成直立人，那我们又快演变回去了，啊，挺好玩这个图片啊。大部分人现在几乎离不开手机，啊，那他的问题就会出现很多，啊，那他有些人你们去看，这人来像我就有点这种状态，啊，前面的群肌肉是紧张的，后边是被拉长的，是吧？啊，那我们找把它拉紧的肌肉把它松开，那我们传统按摩哪里疼痛，按哪里，你前面的肌肉紧，后边的肌肉是被拉长的，你缩短的肌肉不会疼，它不会产生肌缩点，后边被拉药拉断了，它自我保护告诉它开始疼，疼痛的是受害者，我们经常拿受害者当凶手啊，所以你去做完它的肌缩点放松之后，它会越来越松，最后它没有办法，哥们儿你帮我一把，咱俩一块拽着，怕你的头掉下来，所以它就会越来越硬，越来越硬，越来越粗，就有些后背两根大筋非常粗，你去松它，刚开始解决一下疼痛可以，但是你真正长时间去松，这个人的就废了，他就起不来了，后边没有力量，所以我们再去做这种疼痛性的问题，那我们先去找到他是哪里的疼痛，他的体态哪里紧哪里松，这是两个问题，你把他紧的先松开，再把他松的帮他练紧啊，就像我的头我的腰我经常会罗锅，打个比方，这个人来就这样的，大夫腰疼啊，来了之后那你说就按这儿吗，是吧，他肯定是这块找他对角线，之后你去找他前群的问题，能不能帮他松开，他就不敢直起来了，不是这块没力，是这块拉住了，他直不起来，他一直起来这儿疼，所以大部分有些问题去治腰痛都去找他反方向啊，找他的离心的肌肉，肌肉有向心收缩、离心收缩和等长收缩，当然往中间叫向心，往两边叫离心，能够引发我们疼痛、骨头变形的啊，大部分跟久坐啊、姿势有关，而且现在的人都是伏案工作啊，他的体态决定他的骨骼啊，有些人来你摸完他、看完他就知道他坐姿、他的睡姿啊，他的骨盆往哪边歪，你知道他能往哪边睡。包括化五盐很辛苦啊，嗯，
这个只是有钱人怕人偷走了，把钱包坐屁股里，啊，会引发他，这只是一个点。那我们经常，像昨天他们说我爱翘腿，他们说翘腿也是一样的，啊，你习惯性两边都翘起来，啊，但是你不翘腿你会感觉不舒服，你翘起来舒服，他只要有体态这样的问题，都是他的骨骼肌肉开始有不正常的状态，啊，他的习惯就是他的状态。这个震枕头，我想说一下，这种枕头。现在卖得很火，好几千好几万，啊，专门治疗颈椎病。这种推荐颈椎变直的人用一段时间，他曲度回来就拿掉，啊，那有些颈椎曲度过大了，你越震曲度越大。用柔性正骨和呼吸力学来去讲，骨头你给他一个力，让他自己呼吸，他就可以移动。那你睡着一宿觉，你把应该支撑的骨头给他顶住，他自己就会移位。所以用这种枕头去调理颈椎变直的很好，啊，那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这块叫枕骨，是让你枕枕头的，不是让你脖子去枕枕头的。你脖子它中间它就是像马一样，它有休息时间，它会有轮班休息，它这块不需要休息，它稳定肌要时刻稳定你骨头，你把它一旦松掉，这个肌肉就想到我没活干了，他罢工了之后，就现在很多颈椎失稳。什么叫失稳？失稳就是这块深层的肌肉没有力量，啊，之后它是固定你骨头的，外边的大肌肉就会帮你固定。之后它你只要一运动，它就歪。它的现在也要讲了核心的稳定。所以这个人来，我们先看他疼痛的问题，转头疼痛是落枕还是？脊椎不稳定，还是脊髓性骨炎啊，还是椎间盘突出，不会引发颈椎疼，啊，它会引发你的酸麻胀痛，所以大部分先生讲椎间盘突出腰痛，扯淡，啊，它能引发的腰痛都是麻胀的，不是让你现在我们老百姓说这种疼痛，啊。这个枕头就是。我们要知道这是枕骨，那我们来去调理的人，你要这个人的脖子需要我让曲度过大了，啊，你就可以问他有没有震枕头震到脖子上，啊，像我知道了，我说我就没事不震脖子上，啊，去改很困难，不舒服，因为你经常震，他的稳定肌不稳定，我们后期可以去帮他去做训练，让他靠墙去站立，增加一下稳定肌中间的稳定，让他能够激活他。要帮助他去建立他脖子深层的肌肉。那如果这个人来旋转头疼，后边疼，啊，都可以，就是低头疼、仰头疼、转头疼，不要动，你就不用，不是你们的菜儿，啊，做不了。他转头疼不要紧，可以调；低头疼也可以调。他转头疼，低头也疼，完了之后侧头也疼，不敢动，不是你的菜，这可能有脊髓型颈椎病，脊髓炎，啊，就是他这块他的脖子这里边发炎了，会卡压住他的神经，不让他动，所以这种的问题碰了就粘上，有很多高位截瘫都这么干的，嗯，就碰了，你稍微给他调一下压迫椎管内，直接就顶到了，但后期是可以的，可以康复的，它只是一个炎症，但是那一下子就让你这辈子别干了，啊，保险吧，得钱治了，嗯，然后我学的时候，老师先讲禁忌，哪里不能动，什么样不能动，你只要来，我们现在可以调的，落枕，啊，脖子疼像体态的问题，总这块疼，完了他活动都敢活动，只要他运动轨迹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给他下手，啊，在没有去深一步去了解骨。和这些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只是在做保健放松情况下，这些来可以做。真正是来疼痛不敢动的，那你看有些落枕他就不敢动，他只是哎这边不敢动，哎往这边好点，这是落枕，它是只是单方面的肌缩的问题啊。那有些来真的是360度都不敢动的，这样千万别动它。想做吗？我们也是让他去拍片看一下里边的问题啊，手法
我还没有练到能够摸完之后知道它里边的问题啊。所以现在的 X 光很先进，这不是西医啊，这是科学啊。西医把科学拿成他家的了，我们也可以用呵呵啊。拍完 X 光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他骨头的问题，再去进一步是肌肉的问题，帮他训练，还是他稳定肌的问题，还是他肌肉的目击刺激的问题，再去找他的功能性的问题，包括他的坐姿，他的曲度过大，腰椎的曲度过大，腰椎变直，跟他坐姿也会有关啊。那个讲，就讲到腰椎会讲啊。腰椎的曲度过大，有些人会感觉腰总悬空啊，坐就会靠一个。那你在开车的时候，这块放靠一个。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骨盆都会移动，尤其你一颠一颠，在运动过程中，车还会活动。这个时候，你的骨头和你呼吸关节会动，所以你加了一个它，会加大你的腰椎往前走。所以有些开车的人加一个，他的脊柱越来越直。没有，就是越来曲度越大。有些不做靠的，他就会后期都这样，他往那一坐就这样开，然后就这样开着，脚往前往前，之后他就变成这种。所以经常开车的人，我们知道他的体态，可以建议，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建议他，他是这种体态的人，我们建议让他用这种。你说开车的时候加个靠垫，加一段时间，你感觉你的腰椎曲度回来了，把靠垫撤掉，啊，可以建议，包括枕头。他是颈椎变直的人，就是拍片曲度没有曲度了，颈椎是直的了，建议他回去拿枕头枕到脖子上啊。你今天给调理完，你回去告诉把枕头枕到脖子上，明天早上起来他就觉得哎，这老师真厉害，好多。其实你把他骨头让他自己无形之中去调了啊，就省了你的去动他骨头的，就是那个叫风险啊，这是用他自己去帮他去正骨，去帮他去调体态。你把它肌肉该松松，该紧的紧，骨头回家让它自己慢慢去调。其实大部分能动到骨头的很少啊，几乎你把肌肉松解之后，帮他把肌肉练回来，他骨头自然而然就会回去。有些骨头歪了，去可以去用手法直接去干预，但你把它正回来，你会又发现这个肌拉力线没有去改变，时间长了它又拉回去了啊。所以你要改变它真正的肌拉力线的问题，那肌拉力线又会影响经络，我们的重力的问题啊。你的头往前探，那由于我们地球引力的问题，它就会往下沉啊，所以你的后边的拉力线就会越来张力越来越高，拉得越来越紧，它就会拉不动，就会找哥们儿帮忙啊。我们坐姿也是坐在凳子上，如果你腿不够长，可以垫个凳子啊，让你的骨盆始终是稳定啊，不要去倾斜，时间长都会变形啊。那我们蹲下去搬砖，你也会有错误的姿势啊，去引发疼痛。有些人就这样闪着腰，拿起来往这一动啊，闪着了，他不是这闪着了，他这儿抻着了，腹肌无力啊。这种人大部分都是腹肌无力，所以他往这旋转的时候全是旋转肌，所以你他只要主动来，我闪着腰了，这儿疼，你就考虑它前倾的，只要是拿东西斜闪腰的，是离心的肌肉无力，产生肌缩痉挛啊，不绝对啊，大部分啊。这是葛大爷啊，现在最流行的葛优躺啊，对身体的条件损伤很大，我也觉得这种很舒服啊，我也这边躺躺那边躺躺，发现骨盆就会歪啊。我有一次歪了之后自己去调，我自己帮自己调，调完之后调不回来了，卡呀，我疼了半个月之后找我师傅，就他帮我弄一下就回来了，找李健帮我弄一下就回来了啊。自己给自己可以正骨也可以去调，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给自己去调。我媳妇儿是我练手法的最大的牺牲品，不管正骨啊扎针啊肌肉回来先拿它做实验啊。丰胸吗？啊，丰胸，丰胸那你就自己练。那我们能够产生低头疼痛的，跟仰头有关系。这是仰头的肌肉，那我们不需要全记住它，你只要他知道它大部分在哪个位置就可以了。啊，有些人来说仰头痛，仰不过去。仰头有两个动作，